小鹿一个，我来了。只要你会有出息吗？你想一想啊，当你40岁了还一事无成，你会后悔吗？你要好好学习，将来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。国家有用的人。哥，我决定了，以后不打游戏了。我想到现场看最后一场游戏。好吧，我带你去。这真厉害啊，这个冲刺赛道就要看一下两下。哇，这个好厉害啊。你喜欢打游戏吗？我会打游戏，我非常喜欢打游戏啊。哦，我非常喜欢，是男人。真的吗？但是不知道战队再来第二场。哎呀，真是太刺激了啊。精彩不精彩？精彩啊。漂亮不漂亮？漂亮啊。你还能不能我打游戏啊？不行。哥，你去哪里啊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妈呀，马上就开始了。